家好，欢迎来到老王频道。你知道哪些人的身体部位是世界上最疯狂最奇怪的吗？你可能已经看过一些人拥有超长的腿或比正常人大的头，或者奇怪的眼睛。我们来看看这些拥有世界上最不寻常身体部位的人吧。最大的嘴巴，你可以想象他在14岁就已经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占有一席之位了吗？但这是个你也许从未听说过的疯狂的世界纪录。2019年，一个名叫 Isaac Johnson 的孩子打破了最大张口的世界纪录。以前的纪录保持者是一个名叫 Ben Spitz 的德国人，他的最大张口纪录为 3.46 英寸，但是 Isaac 可以把嘴张得更大一点点，达到 3.67 英寸。他的嘴巴可以塞得下整颗棒球、一个橙子，甚至一个塑料瓶，真是太疯狂了。虽然说能够把口张很大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但这个孩子想让所有人看到他这个超能力。他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还在成长的阶段，所以没人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Isaac 的嘴最终能够张得多大。希望他不久后会给我们展示更大的能力。臀部，别再做深蹲的运动了，应该听有种是要讲的话，因为这个女人知道怎么做才能拥有大臀部。妖的老家在象牙海岸阿比让都市，显然她的大臀部完全是基因遗传的，因为她的家人也有相似的这个体质。作为一位模特，伊朵西妖不断被人们与社交媒体的标志性大人物 Kim Kardashian 做比较。虽然 Kim Kardashian 是妖的其中一个榜样，但这位大名人也有比不过妖的地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臀部其实并不容易，当然伊朵西妖可以用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臀围来得到任何他想得到的男人，但是在第一次约会要买衣服的时候，他就会被难倒。这个模特需要上网采购他所有的衣服，并且定制适合他的尺寸。他为自己的身材曲线感到骄傲，也不怕向他数以千计的 Instagram 关注者炫耀。作为对自己的身材保持自信这个想法的提倡者，伊朵西妖在大码模特的行业中疯狂的积极发展，并利用他这个特点来环游世界。桌子症，准备好让你的惊讶指数爆表了吗？一位名叫库玛丽娜亚的63岁印度妇女，她的病情罕见，导致她在出生前在子宫里就拥有多余的手指和脚趾。现在库玛丽有31根手指和脚趾，而且她的病情非常的罕见。这种病情只在全球千分之一的婴儿身上出现，不管谁看到他脚上的19根脚趾都会感到惊讶，再加上他的12根手指，你不觉得他像个外星人吗？目前他拥有吉尼斯世界手指和脚趾总数最多的记录，但他必须隐居，因为他村里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女巫。大家也知道印度是个蛮迷信的国家对吧？两张脸，这个在中国出生的婴儿拥有非常怪异的脸部变形，被称为面裂宝宝或面具娃娃。康康出生时，他的母亲哭了，因为他看到他的孩子有两张脸。这种变形被称为面部横裂。中国的医生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消息是中国医生说他们将能够对婴儿进行手术，取下面具，恢复正常的脸部。幸运的是医生说他们会免费为他做手术，但目前并没有任何新闻报道康康现在在哪里，即他现在是否拥有正常脸部。胸，一个年轻的女人的胸部不停地变大，听起来像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对于让 Pricing One 而言，这件事绝对非她所愿。这位来自泰国 Phisano Lok 省的一个村庄的46岁女人，在2016年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他的身体有一个异常的症状，他的胸部会不停地变得越来越大。一年多之后，他的胸部大概每一天增大双倍，直到他的身体无法承受的地步。施暖开始因为胸部的重量而导致强烈的颈部和背部酸痛，他仅仅是走路而需要用拐杖，因为疼痛变得非常强烈。一开始医生觉得这可能是巨大的肿瘤在增长，但后来医院的专家们检查发现她那持续增大的乳房并没有癌细胞，一些医生认为这可能是乳房妊娠肥大的结果。
这是一个延伸皮肤和乳房组织细胞的症状。目前心乱尚未正式被诊断出任何疾病，而接下来的每一天他的胸部都会增大几英寸，世界上最大。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位平时都想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臀部的女人，她叫 Bobby Jo Leslie。 她现在的臀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95英寸，她试图打破世界纪录，也就是99英寸。她那超大的臀部让她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粉丝的关注，这些粉丝在网上交易购买她的照片。 Bobby Jo 说有很多男人发送礼物和求婚讯息给她，但这有点难，因为她已经结婚了。45岁的她现在已经5英尺2英寸高，体重为542磅，根据估计她的一条腿重约150至160磅。她是一位因为臀部而非常有名的女人。巴斯光年，你有没有想过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动画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Victoria Bright 能够告诉你作为女版1:1大小的巴斯光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由于患上这种被称为红唇病的罕见疾病，她的脸下方有一些异常的多余的骨头，这不仅导致她的下巴突出，她的眼睛开始向外突出，鼻梁也变扁平了。她小时候经常由于这副外貌被人取笑，但是从那以后她慢慢学会了接受自己的体质。现在她走在大街上时有人试图惹她，她完全能够保护自己，有些医生提议能够为她进行整容手术，但她完全不打算整容。布莱已经成为面部容貌受损的同胞们的拥护者，她作为慈善活动家拥有广大的人脉，所以不要看小她，她利用了她的人脉，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位女老板。大力水手，来自泰国的女子 Inje Samasamam 因为患怪病导致她的手臂奇大无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手臂，两只胳膊的总重量达到了40斤。因为手臂太粗大，她的日常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别人很容易能完成的事情她却无法完成，比如洗澡、梳头、做饭、穿鞋子等。她从一出生就患上了这种怪病，从小就被人嘲笑，因为害怕被人嘲笑，他一直没有上过学，每天只能偷偷地躲在家中。这些年来他也看过许多的医生，但是医生都对这种怪病束手无策，吃任何药都不能减轻他的病痛。为了照顾家中年老的父母，他每天还要在街头摆摊卖东西。许多好心人得知他的情况后都纷纷前来购买他的东西，希望能帮助到他。现如今他的手臂膨胀得十分的巨大，医生表示要治好这种怪病唯一的办法就是截肢，但他拒绝截肢，因为他还要用这双手来养家。